中国创新创业盛宴在成都完美上演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启动仪式主场放在成都。双创周上到底出现了什么黑科技？像这个大作，它实际上在水下是可以开放式的连接。行业大咖为何频频点赞成都？因为成都这些年在全国啊创新创业里面是做得非常好的。以为人母的成都花游姐妹花再夺全国冠军，这个馆也是造就了我们的现在的成绩。成都花样游泳后起之秀层出不穷，现在普及度慢慢越来越高了，喜欢花样游的孩子也越来越多了。本周六晚7:30，欢迎收看《希望成都》。